带一路呢，这个地区涉及44亿人口，整个的经济总量是21万亿美元，是吧？所以占整个是这个一共是26个国家，所以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范围非常大。我们国家第一条高铁在印尼现在已经开工了，所以将来我相信香港和深圳的科技合作在一带一路这个总的这个大的战略下，国家战略下会取得进步。我们深圳一些已经部门和一些企业已经开始直接进入到一带一路了。我看梁教授的市场报告也讲了他如何做个超级联络人，这个超级为什么叫超级呢？这肯定是和一般的联络人不太一样吧。我相信我们香港在这方面应该在抓住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听说李大已经做这个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呢怎么说呢，20多个国家，这个有很多很多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香港在这方面已经很好的关系了，还是应该有成果的。我们呢是要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不是我们的增加多少，而是香港呢比其他国家的城市来说，我们的跨国人才跨国的企业是全球第三位的，比东京比巴黎都超越的，所以这不是看我们的表面的数据这么简单的，这是几十年的积累上来的基础。